今天晚上接近11点的时候，从罗东往苏澳的方向，在沙港这边的全家突然有一只狗冲出来，然后当时我也没办法闪避，所以撞到狗。狗当时身上有看到有项圈，然后当下有路人帮我叫救护车，到博爱急诊有帮我做 X 光检查，警察也有到这边帮我做酒测。那 X 光检查结果没有伤到骨头，但我身上多处擦挫伤，右眼旁边也有缝3针。右脚也有，右脚也有，这边，然后跟脸上，所有吗？看起来是没有，不是会痛，所肩膀这边，这边会痛，然后看起来没有东西，不是会痛。今天晚上10点多的时候。晚的哦，对啊，我在下班那时候你已经休息了。对，你们的监视器好像就到这里而已。对，我没有拉拉。所以你是要找骑士吗？不是，我是要找小狗。小狗在哪？小狗就不知道它现在的状况是怎样。这2天的小狗状况都怎样？对啊，就当时那时候骑士就直接送到医院，小狗就不见踪影。是有撞到哦。对对，然后那个骑士就喷飞这样子啊。那要找小狗在哪？哎呀，现在是不是要找小狗？看是。这附近没有什么小狗啊。附近没有。说是一只，米黄色的，有带象征。米黄色的，我这附近没有什么，顶多都是黑色的呀。是吧？对呀、好，谢谢。啊，其实还好吗？受伤啊，就擦受伤啊。它是人飞的。喷飞。那喷飞就不是简单的受伤。脸也有啊。擦伤。而且还是女生。对。那不好找在底下的拜单机来看的，礼拜一又看到了啊，就二号那一天吗？二号是礼拜日，礼拜日我们休息。所以是礼拜一你隔天看到，了解。啊，那时候机车就放在那个地方吗？对啊，早上上班的时候就放一台机车在。啊，你刚才不知道那边叫像？对啊。啊，这个路口有经常像。发生事故，这个路口会有经常会有事故，经常哦。这边有这个路口跟那个路口是经常都会发生事故的，是啊。啊，这边有监视器吗？那边有啊，这边好像是坏掉了。消毒。而且它是冲击的部分，然后前面
那个要猜猜看啊，因为我们只看照片也不准啊。是，现在车也不便宜，基本上也是要破万的啦。破万了、啊，一定是破万。那些面板都多少钱？单单维修费就要可能就要破万。对，是好，谢谢，谢谢。还是要看实车。哼哼，老板贵姓？姓林。好，谢谢。看完那支影片的，你觉得这怎样？我觉得就不应该，你狗要放上来，怎么可以这样路上走？对，而且在十字路口嘞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牵小孩一样意思，你先过马路，该叫小孩赶快赶快过来。对，我怎么对？对、啊，狗有智商哟。嗯哼哼，狗主人他有在现场哦，结果看到发生事情之下，当下、啊、他打完叫救护车之后，他就人就离开了，这样子有涉及造逃吗？为什么没有涉及到他？你还没处理完呢。嗯哼，这样不是吗？对啊。嗯哼，好、啊，谢谢老板。不会不会。大家讲一下这个案情啊，在4月2日啊晚上22:45，有一名机车女骑士，骑乘机车由罗东往苏澳的方向行走，啊，行经这个东山路三段与永美路口，与一只小狗、啊、发生交通事故。依据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84条，疏纵或牵系禽畜走路、奔走于道路，妨碍交通者，处所有人或行为人新台币300-600元以下罚款。有关事主对宠物未善尽管理责任，警方将依相关规定移请管理单位来酌处，令事主应负起过失伤害之损害赔偿责任。如有过失意外致死，事主应负相关之法律责任。警方呼吁有关宠物发生交通事故时事主应第一时间通知警方到场处，并留置于现场，避免警方厘清整件交通事故的肇事责任。是，好，谢谢跟部长。